磅数很够，我给大家看垂坠度，垂坠度很够。长度的话，刚刚小帮手也试过了，它大家可以穿到170公分都不是问题。长度的部分可以看一下，它不会到很短哦，看后面裤子就知道了。然后呢，口袋它是真的，然后呢，这边其实有一个绑带，我们把它打开来，它其实是很大的。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肚肚啊、肉肉啊，全部都可以藏起来。然后呢，这个绑带一样让你绑到自己觉得很舒适或是合身的位置就可以放掉咯，是不是超级好看了？好，然后裤子呢，它这边也是做一个反扣哦，所以这边还钉上了很可爱的这个扣扣。我觉得扣子很加分，因为呢，整件呢它加上了这个钉珠扣，我觉得就变高贵很多。口袋是连身裤的基本配备，而且呢它非常的深哦，是可以放东西的。然后我还是要特别的强调，连身裤的版型做得好之外，布料呢你收到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绝对让你会赞叹。因为这一块布料穿在身上，它是走一个冰冰凉凉，然后呢再来呢，不知道怎么说，它是微西装布料，但是非常的丝滑。你看它是放在肌肤上会掉下来的那一种，所以呢不会觉得闷热，绝对是让你非常凉快的。我觉得橘红超美的耶，我自己很喜欢这个颜色。那我知道大家一定觉得蓝色会比较保守，但是两色穿起来真的都很时尚利落，然后袖子卷起来我觉得都一样好看，都一样好看。